欢迎来到逃离弗拉夫。更新完毕，请选择角色。请选择地点。已传送。您需要躲避三次，只要弗拉夫没找到你，你就赢了。是否使用隐身道具？弗拉夫来了。他没找到你，继续躲藏。你的时间不多，要不要使用用时间道具？正在使用隐身道具。最后一次了，注意。他没找到你，丢脸地走开了。哎呦我的妈！